精英教育，点石成金。Hello， 大家好，我是精英学院的凤老师，很高兴啊又和您见面了。春季是抑郁症高发的季节，我又听闻了一则很不幸的消息。4月6日早上，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灭门案。在一个孟加拉一季季的社区，一个大家庭里的6位成员，包括77岁的奶奶、54岁的父亲、56岁的母亲，还有3名子女，全部都中弹身亡。而制造这起血腥屠杀的不是别人，正是家里的两个儿子，19岁的法尔汉和21岁的坦维尔。他们是有计划的杀掉其他的家庭成员，然后进行自杀的。身患重度抑郁症、长期有轻生念头的法尔汉，为了不让家人在他死后活在痛苦中，他决定先杀掉家人再自杀。因为爱家人，我必须先带他们走，法尔汉是这样说的。所以在动手之前啊，19岁的法尔汉就将长达6页的绝笔信传到了网上。他们的父母对这3名子女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可是从小开始，法尔汉就认为尽管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完美，但是改变不了他绝望痛苦到要自杀的处境。2016年上完初中3年级的法尔汉就被诊断出有抑郁症，而且有自残的倾向。尽管看了医生，也进行了大量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法尔汉的病情啊一度还有所缓和。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忧郁症啊就像是隐藏在这个体内的一个恶魔，一旦复发足以毁灭所有的人。没过多久啊，法尔汉的抑郁症就复发了，并且加重，从高中到大学逐渐的开始失控，直到发生了这一起惨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抑郁症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全球的抑郁症患病率大约为11%，那么负担呢已经位列全球疾病的第4位，预计啊在2021年将成为第2位。关于这个抑郁症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其中最大的认为抑郁症的本质就是痛苦消极情绪的影响。事实上啊，我们很多人都会体验到痛苦和消极的情绪，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比如啊，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会追求完美，甚至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在职场中的青年啊，成绩优异的学生啊，他们不允许自己犯错，即便是个很小的错误，做事的时候总会自我反省，以求达到最好。自我反省是件好事，可以从中反思到自己的错误，获得更好的灵感以及解决方法。但是过度的自我反省啊，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深刻的反省和没完没了的多想之间其实有一个健康的界限。研究表明啊，过度的自我反省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否定自己，导致抑郁、焦虑、暴饮暴食、失眠以及自我伤害的一些症状。其实啊，当我们总是在思考、反省、反思自己的时候，会产生自我否定的一种心理，情绪啊会变得低落。因为其实这种思维被称为反刍思维。反刍思维啊，就是经历一些负面的事件之后啊，个人对这个世界或者是自身的消极情绪状态以及可能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反复被动的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呢会导致人陷入一种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之中。抑郁症的很多患者就有这种反刍思维方式。如果是过度反思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对任何的事情都充满了质疑，对一件事情呢总是没完没了的分析，也不管好坏，经常性的会失眠，不喜欢做决定，或者是把一件事情啊想到最坏，并且一定会发生，经常会对某些事情感到后悔，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啊，常常是针对人，不是针对事情本身，也放不下一些事情，常常会责怪自己，即便啊，那不是自己的错。有时候会无法停止大脑，整天都在想东想西，经常会感到紧张，不论任何事，从来都不会百分百的去确定自己。大多数时候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允许自己犯错，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说话不够好听，甚至自责，无法控制的进行自我反省。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啊，都有可能导致抑郁，只不过是轻重的问题而已。所以啊，要恰到好处的客观的反省，平和的坚持，坦然的去面对。不管这个结果是好坏，自然会有些收获，甚至还会有些意外的惊喜。以下呢，是一些缓解过度自我反省的方法。比如呀，规律好自己的生活，从生活中找乐子，随时随地的保持清洁和干净，不管是对生活还是对自己。对自己啊，要有一定的自信心，而且相信自己不管做什么事都可以成功，因为自信可以打败很多的负面情绪。也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适当的去释放和解压，比如说去旅游啊，或者在少有人的地方去进行大喊。可以适度的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开阔自己的视野和知识。不要拿自己啊跟别人去对比，也不要让别人的情绪啊去影响到你。乐观并且爱好自己的生活，还要不怕失败，在哪里失败也可以在哪里站起来，敢于承认失败，也许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另外一个，积极学习和尝试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非常的重要，要扩张自己的生活圈子，充实生活，而且尽量的到户外去，去运动，去深呼吸，融入到大自然中，不要待在屋子里面，你会发现身体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其实啊，这种反刍思维模式背后的担心和焦虑，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因为担心受到伤害，就会反复反刍，然后竭力的去避免伤害。可是反刍的过程啊，这个大脑想象的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反刍思维背后的这种推动力或这种生存模式，它本身的意义，针对不同的人，可能它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在这个春天，万物蓬勃，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到自己美好的春日时光。好，感谢您的耐心倾听，请订阅精英教育频道。